他没意，我来波一闪一。哎，是不能吗？还是我按的太慢了？但是我按的已经很快了呀。但是我刚才就是按的速度已经是很快的那种了，就是同时出手的。如果他还需要更快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操作不是每一波都能打出来的。有问题就来实践，然后来看看你们这些弹幕大神说的对不对。如果对了的话，我跟你们道歉，放个远一点的位置。来，哦，闪现还没好。它正常是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我弄个永军。不行，不可以，只能闪现一，同时按下去，算了，道什么歉呀？我说的也是不行呀！我操，手速不够，这不是这按个一闪有什么手速够不够的呀？别说哥们现在还在役期间，我现在年纪给我加个30岁，我50岁，我同时按两个键总能按出来吧？又不是什么瞎子那个。三角 Q 同要一下子按很多东西，那我按不出来，手速不够就算了。50岁真行，你就两个手啪一下按在键盘上，这有啥难的？之前还有个那个什么60多岁老大爷玩那个亚索，但是好像并不是本人玩的。